爱不需要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体现，只需要能在需要的时候被温暖就够了。因为需要的才是最有价值的。下面这九件小事，男人为你做过三件以上，就可以说明他真的很爱你了。一，虽然你们不富裕，但是他总是力所能及的给你最好的，只要你能开心，他就会去做，对你从不将就，但对自己却不肯大方，似乎那样东西只要他有就会很满足了。二，虽然平时工作很忙，但是他不会就此把你彻底忘记，他会尽量抽时间陪你去旅个游，即使再没有时间也会陪你逛逛街，晚上说说悄悄话，绝对不会冷落你。三，对你很贴心，在吃饭时总是点你爱吃的，毫不介意吃下你不想吃的部分，走路时无论在哪里一定要牵着你的，而且让你走在路的里面，为你挡住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。四，会很细心，睡前总是为你准备一杯牛奶，叮嘱你早睡，会在你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替你掖被角，并把你温柔地揽到自己怀里，让你睡得更舒服。五，之前有很多坏习惯，可是遇见你之后慢慢都改掉了，不再吸烟了，不再喝酒，更不会再赌博。因为之前他是一个人，可是自从有了你，他就是两个人了，他想陪你走得更远。六，可能不会做饭，可是为了能更有营养，让你吃得更舒服，他会选择亲自下厨，一点一点地学，平时也不会大男子主义，在他有时间的时候，他就会去帮你做事，洗衣服，打扫卫生等。七，虽然可能会吵架，但是他绝对是第一个认输的那个，因为他不想让你伤心，也不忍心看你难过。他虽然很要强，但在你面前他宁愿输得一塌糊涂。八，看起来可能会很粗鲁，但是总是在节假日和你生日的时候细心又精心地为你准备礼物，不会很贵，但一定是他花了很多心思的。九，不喜欢你唠叨，可是却在表面上厌烦之后立马做你让他做的事情，毫不怠慢，而且他也愿意听你唠叨一辈子，陪伴是对爱情最好的诠释。